上午的面试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他们那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，就是我有点紧张。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你说的对，3月15号上午八点在学校第一馆还有一个招聘会，你去吗？我还没决定呢。听说这次的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